来到这个宜兰秘密基地。我们本来是中午就出门了，但吃吃喝喝的，搞得今天跟叶聪一样。好久没有发片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少出来录影，然后工作的关系比较忙。暑假到了，总是要带小孩出来晃一晃。这个是雪碧，嗨，雪碧，嗯，好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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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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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好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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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哎呀，争宠了，争宠了，怎么办啊？好难选择啊！哎呀，拍一下我们的充气帐。一样用压缩袋把它压得扁扁的，可以，哎，然后敲在这边，然后绑线过来，因为这边这个下不去，啊，就像这样，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绷紧，这个要绷紧，不然你让它冲起来的时候，它会整个往上，它的压力会整个往里面拉，所以我们这边一定要把它弄紧。那像这个角落就刚好有这个栏杆，所以我觉得不用下钉。直接把它绑起来，绷紧，哎，绷紧就好了。等一下，给它录两集哦。嗯，准备来打气。好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了，多少？五，4.5到5左右。好。啊？水泥地上拉完客厅帐了，就熟悉就好了。这个也是熟能生巧。然后像这边没有弄好，我们这边要再整理一下。哎，弄起来。好，基本上这样就。没问题的，所以在雨棚或者是水泥地上面要搭这种充气帐的，有问题可以在下面问我，我已经搭了非常有经验。哎呦，哎呀，哇，这很紧。好了 ，OK， 啊，来看一下，挺挺的，挺挺的，好，这就是我们。要住两个晚上的帐篷了，先打开，通个风，咻，虽然用了两三年了吧，我觉得这帐篷还是不错。嗯，这边稍微打开，采个风，但这一面我觉得应该是要做纱网比较好，它这一面。塑胶布啊，它久了其实就掉了，而且整个雾掉了，看不到外面，所以还不如换纱网。纱网实在点啊，说实在话，真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 5.2 的其实是蛮大的，因为你看哦，它已经占了基本上这个雨棚的两格。这个是我最近买的，泼尔水的桶架。它我觉得有好有坏，因为它这个其实装上去这个可以，这个一样的上去就好了，那你注意你这个口一定要朝下，这个最好朝下，这样这个这样子弄好了之后，然后就放着，然后这个口朝这边，这样子把它插进去，插进去，这样子也是蛮方便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就要一直倒过来、倒过去、倒过来、倒过去。但是这有个问题，它这个高度没有很高，所以如果是你一般那种比较大一点边缘的那个容器会进不去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可能要再加高一点吧，不然，对啊，实用性上就会差了一点。
用夏天必备的冰块保温壶，不然这外面气温真的是蛮高的。接下来来放桌子，这个桌子也是今年刚买的，那原因是因为它小巧好带。那现在蛋卷桌啦，但是它现在的比较新款的，他们是做这种两节式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它其实是这样子两节式的。对，以前旧款的是这样子，所以它的长度没办法，就是你在车厢里面的长度一定要有这个长度才比较好。那他们现在这种新款是这样做两节式的，就会比较小，而且你要携带什么的也蛮方便的。但相对来讲，它的载重量就没有以前旧款的那么好，但也还好，因为桌上嘛，也不可能放太重啊。我们之前有另外一款是比较大的那种木板桌，那个我、那个蛮重的，那个后来就比较少再带了。看一下，这边这样卡上去就可以了，跟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把它卡上去。啊，对了，这个还有一个网子，这样等于是你有两层的空间可以使用。有这个网子还不错，因为你这样子下面就可以放一些瓦斯罐啊、面纸啊什么的，这样就有第二层的网子的空间可以使用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找最重要的电源了。一般的电源他们会在水槽的下面或者是水槽附近，但是我看看这边的水槽好像没有看到电源，它这边的比较奇特，所以它的电源是在这边。那我要从这边拉过去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坐在上面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个30米的线绝对够长，建议要绕一圈再插，因为怕被踢到什么的就会很麻烦。好，搞定帐篷的侧边呢，但是这个位置所以够用，没问题。好，就这样。接下来最后的是我们的椅子，是我们家的奴特椅。哎呀，就小朋友坐的啦，但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是大人，然后他们换个椅子，那这样对他们来说有点小。哎，终于把帐篷给搭完了，这是刚刚在下面的全联买的沈香珍大力果实。哇哦，先吃这个下午茶。好，那我们要去看看他们钓鱼的地方在哪里，因为小朋友他们已经拿着鱼竿下去了。我刚刚休息一下，也不好大，试试看好不好吃。相当的鲜甜。去下面找溪流，听说在这边是吧？小朋友最爱的游泳池，哇，这是山泉水吧？然后这边有溜滑梯，这个小小孩啦一定杀时间杀了整个下午。这个营区其实我觉得还蛮舒服的，就干干净净的啊，然后老板娘人也很好。然后看这边也有这种，就是水泥搭帐篷比较不会怕脏，都不错。然后那边还有荡秋千，我去看一下两门荡秋千。这边，哇哦，对啊，这个小朋友来一定超喜欢的。好，那卫浴设备也还蛮多间，而且蛮干净的。
今天平常日，所以我们一仗包场啊。对对对，玩水。哦，你看这边有楼梯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楼梯。来看他们去哪里钓。哎呦，哇哦，他们在钓鱼了。我们来看看，有鱼吗？这是几只？一只啊，两只？两只哦。两只哦。来，放我来试试看。好，就这样。姜太公钓鱼，我拉。你拜托一下那个树叶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第二波，看看刚刚钓下去的鱼有没有机会被我钓起来。哦，有了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来来，钓到了！这边真的蛮舒服的。这个溪流蛮急的啦。那玩水的话，往这边下来一点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再往上面那边去。好，然后这边。刚好可以钓鱼，还不错。